Taiwanese artist Rachel Liang Wen Yin was lauded for her convincing portrayal of her role in popular movie Cape No. 7. She then went on to develop her acting skills with a lead role in Taiwanese idol drama Purple Rose. But for her, the filming of the drama turned out to be the most difficult period in the past year. 应该是拍戏吧，因为拍戏就是我都不懂啊，就是我很多事情都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先去上一些课，就完全就是边拍边学，所以一开始那一两个月会还蛮辛苦的，就是你要常常问啊，然后常常做功课，就不像唱歌一样，哎，站上台后就自然而然可以很轻松的唱歌这样，然后就很快能表达自己的情绪。那演戏需要更花一些功夫，再多琢磨一点。那你拍戏过后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最大的收获啊，我觉得还蛮开心的，是在电视上看到自己演戏，然后就觉得很酷。就是我记得第一集要播的时候就很兴奋，就在电视机前面看自己的表情，觉得啊好奇怪哦，我不是都在唱歌吗？何时讲这么多话了？因为我的那个台词还蛮多的，就我的个性是很聒噪的在戏里面，所以很多台词，所以那时候觉得好好笑，因为不习惯。对啊，收获蛮大的，是可以看到自己放得开。那拍摄过程有没有发生什么趣事可以跟我分享？拍摄过程天天都在发生吗？因为一开始我真的什么都听不懂，所以导演在教戏的时候都会说啊，什么？那导演刚刚说的是什么？那就会很紧张，就我就一直看着黄腾浩说，导演刚刚到底讲什么？就听不懂，然后又不敢让导演听到，怕他会觉得文英怎么不认真，不听我说的什么什么的。对，但后来就比较熟悉的啦，这样的事情还蛮常发生的。Despite Rachel's hard work in trying to portray her character, Purple Rose did not go down well with the audience. 她的收视率好像不是很好，那你会失望吗？其实还好耶，因为我觉得我的本分就是把戏演好，那其他的我就不会多想，因为这对我来说已经真的非常难得。然后也是有很多歌迷很喜欢紫玫瑰啊，就看到因为他们从以前就比赛的时候就在支持我，所以他们很高兴看到我朝另外一个领域发展，不会，他们也不会跟着我一起，不会跟着收视率啊，就是低，然后他们就沮丧或什么样的，主要是他们有看见我有不一样的成绩这样子。Given another chance, Rachel says she will still try out acting again, but for now, she wants to concentrate on her second album. Up next, she talks about how acting has helped her in her singing.